博勋说他感动得快哭了。对不起，好，那就官方一点吧，就是第一个先谢谢我爸妈啦，就是不知道你还在不在，好，看到了，好，就是你们不会就是反对我去玩社团，然后会给我金元吗？对。谢谢。然后谢谢我，谢谢我国王同学，很大声，应该觉得在玩传说，先把手机放下来吧。然后还有谢谢几班？202班，对，就是来看我表演，很棒。啊，你们等一下有礼物就拿给我就好，谢谢。好，然后，对，非常谢谢二的学长姐。就是我在你们当学校很多，就算这听起来有点笼统，可是就是这么一回事。然后就是不管是在跳舞，我那时候就学经验学长，就是我跳舞就是学经验学长的。对，就可能身材不太像，就是学长我爱你。好，然后也谢谢就是更上面的大学长姐，就是像我们每次表演就是都会回来看我们，然后帮我们跳舞。对，然后这是谢谢学弟妹啊，就是还做板子给我，很棒。对，然后就希望你们未来一年可以更加油一点，就是练得比我们还要强，虽然我们也没有到很强。对。还有考学测和考量，还要那么辛苦来帮我们，真的
很开心，很感动。然后还有我的朋友们，四班的，还有，小声一点。然后还有211的，谢谢你们都来，嗯。然后我还要谢谢阿潘老师。我也不知道跟你讲什么。老师，反正老师那么忙还要帮我排，我很感谢。虽然你昨天很晚才给我那个狮子舞的音乐，我等很久。啊！对不起啊！然后学弟妹们，反正我们今天就退休，就换你们要当。就要换你们当学长姐，然后我希望你们可以变得更强，对，然后再来就是谢谢23的这群人，我要谢谢23这群人。每次表演都一起，虽然我们真的很常吵架，真的很常吵架，可是对昨天还在吵，然后可是就只能互相包容对方，然后原谅对方，这样对我也觉得每次帮他们劝和吵架和，我觉得很辛苦。对，我就到这里。哎呀，换我。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要说什么了。
跟你讲，阿爸我爱你，阿爸，还有，等一下，还有爸爸跟妈妈，还有妹妹，还有大老板赞助我们的大老板。学弟妹你们很棒，就是我们这一届其实实力不是说特别强，然后就是自己也很爱玩，所以说我们自己可能都不会管到你们太多，常常都让你们自己练习，所以说你们可以自己练成这样，我觉得很棒，然后高二继续加油，然后退社的还是可以回来看他们哦，加油，然后然后谢谢老师，就是带了我们两年，然后谢谢，那我想
都会听我讲话的。嗨，玉璇。好。好。谢谢，
前都就是真的直接给我钱，然后超多超多超多钱要付，然后我就拿了超多超多超多钱，然后学长姐，但我们很多，我们真的就跟影片一样，就真的很屁，对，然后。我有点尴尬，他要先讲两句话，一句就是谢谢梁轩雅跟林月彤，然后另外一句是悠悠对不起，悠悠对不起，悠悠对不起。而且还是把工作都交给我们，然后还是很常回来看我们，关心我们。然后二四小孩，哇，我东西掉了，二四小孩，虽然我还是会提到你们出席率的问题啦，可是你们很乖，就是自己都会主动说要飙舞，然后很多时候就自己播音乐，然后开始练。然后很多就是我希望你们之后我们退休之后，就算有问题也随时来找我们，反正逼我们一定都会回来。好，再偷偷讲，哈哈，有问题就回来找我们啦，我们依靠你们，不靠我们。
先谢谢我家人来那么多个一整排，整排家人怎么可能哭？然后。喂，拜托。然后就谢谢那么多家人都来支持我了，感谢我阿公阿嬷，然后婆婆我不会讲客家话，安子生，哎，然后哦，然后九成还在吗？然后也谢谢你们来哦。然后二一三也谢谢那么多人，还等我跟我讲完话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哦，然后，谢谢学长姐，高一的时候，我高一的时候就很白目、很笨啊，然后翘练啊。然后偷懒啊，然后谢谢你们现在还就是，然后对我很好，然后啊还要讲什么？谢谢阿盼老师，就是我像刚刚放枪那么多，平常也一直放枪，他也没有对我怎样。然后谢谢陈柏勋跟吴怡杰送我空的蛋糕盒，还有谢谢戴玉成送我酒，我加了那么多人，你还敢送我这个东西？好了，好了，那谢谢曾玉慈，谢谢曾玉慈，好，你也帮我做花。
那个什么，官方咖啡的还在吗？是回家了？废了。好了，他们不在，还是谢谢他们陪我跳 popping， 虽然我刚刚又放枪了。然后谢谢高杰瑜帮我当，就是介绍他们让我认识，我才有办法在城霸跳 popping。喂，现在有点尴尬。不是，我说一下。讲完了吗？好，来，好，那谢二三，来和平进入二三届，大家站起来吧。你们站台上台下？台下吗？台上，台上，台上。好的，站起来，屁屁上来。大家把左右的智障们的手都掀起来。来，王总，王总，王总。哎，不要踩到我的电线。先起来啊！我们先把我们的舞台留给二十三届的同学们，我们先帮他拍一张大合照，然后再来会邀请学弟妹还有老人们跟老师们一起加入拍照。那先请亲友们跟同学们先稍安勿躁，先把舞台让二十三届拍一个很完整的合照，谢谢。